今天的香港传真带您锁定香港普选的话题。香港泛民主派议员在星期三提出尽快普选的动议，批评中共集权本质动用各种手段打压和拖延香港实践民主普选，呼吁港人用公民抗命的方式和平理性争取民主。动议由公民党汤家骅议员提出，而多位议员也批评中共集权本质以不同手法拖延政改和民主化的进程，令港人非常反感。我们见到的很多在内地发生的事是完全违反和否定香港人一贯认同的核心价值，对一个这样的政府由他来去决定我们有没有普選，你叫香港人點信得過呢？所以我們繼續要容忍這個貧富懸殊的存在，容忍這個地產霸權繼續肆虐，容忍這個官商勾結的情況呢，是令到很多小市民呢是生活在水深火熱。議員指港人的憤怒已經接近臨界點，呼吁港人以公民抗命方式争取民主普选，包括近期学者提出的包围中环和政府部门等较激烈的方式。因为近来连串的政治检控和判决反映出港共乱港已经进入一个大清算的疯狂阶段，这个也是最好的时代，因为觉醒的人增加。所以如果北京和特区当局是要逼到市民行这个位的，我是相信有很多市民，未必是全部啊，主席，但有很多市民觉得咪放马过来啦。议案在建制派的反对下遭到否决。新唐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